OK，继续来看一下这场罚站赛，来自于广州德比战，一批广州大口，二批广州小孩。今天晚上的比赛规则是抢一罚站啊，胜者让位，败者被罚站。刚才大口是被日本的 M 大使给他罚站了，他现在面对是他的老乡广州的小孩。大口还是使用铆钉做自己的首发，哎呦，下盘单点偷盗 ，ES 的七十度改，两套七十度改连之后进板边打秦岳阳去绝望，小超奈落落压制。小二的防守还是有点慌。小二堵了个升龙，重拳轰回音带技术改，再接秦岳阳。坚持到最后啊，他们两个人都是一个 B 的机会啊，抢一局很容易翻车。然后最近一直在开发这个神乐千鹤，在练神乐千鹤。好了，大个小草向压力向这里，神乐千鹤用下 C 跟他的跳 C 相杀，雷雷雷，风浦阳带了一个荒阳取消，不断利用战动拳来打牵制大口的乱动。好的，超重击最佳派生书助词。好，继续来看这场对局，来自于广州大口对战广州小孩这场对局。石乐切赫一如既往的犀利啊，库拉这点，哇，这点选择打不下来吗？库拉。ES 的助词派生没有用，大口被关到板边了，八级反击调药，哇哦，四气的库拉对战四气的科隆啊，都是狠角色，继续得下段轻鸟。科隆那个高爆发的伤害，大家也非常清楚了。来了 ES 龙，哎呀，真的好疼啊！压逆向，这是无责任的套路压制。走，武器的阿珍对战地面两气的科隆，进攻吧，大口，下臂斩 A 带颜色锤飞，来了。不过这边还要再打两套起身压制才有机会。野生龙两次带一气啊！小二现在又把血量给他反超。派生这里先压逆向，完了没了，大口，大口又逃帅了。OK， 继续来看一下广州大口对战日本草莓与七狗的对局。那这场比赛非常的，对他们两个来说压力都很大的，因为败者又被罚站了，胜者让位。小草剁手罚打对方普拉啊，这是冰与火之歌了。着急，加油！小草压力下成功，漂亮，又是一眼连断，但是大口出现一个七十五改的连断确认失误，这里还是用前脚跳的清理压力向成功，帅气啊！感觉草莓已经是被打的懵逼了。哇哦！打整打整，哇！草莓偷到下盘的破绽，大狗要被对方打掉300。莫妮卡，珍妮特对战大口的草地精，小草上把还是发挥的非常的稳定。哎，刚才这个战 A 又确认慢了，持续的压制，轰浦阳打一个软固定，切完这里是没办法反击的，大口抢招，光咬，哇，这个超级之后追加七十改，两段晃咬之后追加大特地，双重大特地，天月阳呢？草莓哦哟，草莓要跪了，草莓的克隆要出来了。
小孩的。哎呀，草莓现在大喊一声八嘎，我要跟你拼了！大口，现在小草还有三个不到基地，完了，小草没了，一挑三不可能了。今天晚上对局是来自于日本草莓对战中国大口对局。哇！被打晕，天哪，真的没有悟空了，科隆都变宝丽龙了。OK， 今天晚上的比赛是拳皇十五抢一规则的比赛啊，谁赢了谁让位，谁输了谁被罚站。韩国阿库玛对战中国小孩，目前小孩的首发还是选择了库拉对战阿库玛的首发二鸡汤红丸。目前用红丸的角色玩家呢不是特别多啊，不是特别多。好了，哦呦，漂亮，两气对战一气，怎么不玩拉尔夫特瑞了？因为在版本更新之后他们不厉害了，性能上被削弱了。小孩被罚站了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，可能在下次更新之后克隆大家也看不到了啊，可能又换上克拉克了，对吧？因为游戏它现在是隔一段时间，厂家就会给它做一个更新啊，调整一下平衡性。哇哈哈，接顶点吗？奔袭投掷，直接取消顶点，超必杀技，嘎嘎嘎，嗯，疼啊！啊，真疼啊！这是骨折，直接打出骨折了。这里小孩子里被对方刚 CD， 下盘中腿偷袭成功。这把你觉得谁能赢？是啊，空能赢还是小孩能赢呢？只能说太慢了，准准头大人啊！这里克隆要给他来一个狠的一气，最佳踩人不最佳。哎呦靠！阿库玛抓了近身那个松脚。特中段，对方偷下盘重拳，但是没有用。那现在的对局是来自于拳皇十五这场中韩战，左边是韩国阿库玛，右边是中国小孩。现在双方都剩下一个大将了，克隆。小孩先把对方血量给他打掉了，450的血量，接近500的血量。啊！好久没听到红中的声音了啊，有点想念吗？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是拳皇十五的这场对局，来自于韩国阿库玛对战小孩，赢了，恭喜小孩。